各位晚安，你睇个先，香港时间1点几左右。呢一集我就故意系一个冇咁黄金时间讲嘅。嗱、有一啲人咧，即系自从即系立陶宛副外长见一个美国记者话立陶宛可能放够申请之后咧，就好多人问我发生乜嘢事。咁我会员版大致讲过下。咁但系咧。就呢一集是一個叫做科普的一集，個原因是什麼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講法，但是呢我做了這麼久、這個、即是我住了歐洲這麼久，我想我對有一些叫 travel document 的概念我都明白的。究竟為什麼立陶宛可以這樣做，是根據什麼國際規矩做，我就講清楚這一集。OK， 即系依一集我最主要系令到大家知道哦，乜依日即系边度搞咩事，系咁解嘅。OK， 我当时我对依啲 topic 咧，尤其是冇正式公布跟嘅 topic 咧，我系有 hesitation。但系我咁如果立陶宛政府咁耐都冇话一个 special clarification 嘅话，即系依个系政策嚟噶啦，已经。咁啊，我就。要跟大家講翻就係究竟立陶宛救生艇背後嘅 concept 係點樣搞，佢會有啲咩事，我就同大家講一個清楚明白。嗱，首先好多人最唔明白就係話冇護照嗰啲，究竟係佢會發一個 travel document 俾你？歐盟嗰個歐洲議會嘅決議都係。鼓勵做呢件事，個 travel document 係乜嘢嚟噶？嗱，依個就英國發嘅，咁但係成個歐盟都係，成個全世界都係發依只噶。呢只係類似 CI 嘅物體嚟嘅，其實就係俾 refugees 用嘅 travel document。喺以前咧，如果英國咧就叫做 Home Office Travel Document 嘅，我哋叫。或者大家佢封面就會寫住係1954年公約，即係嗰個難民公約，聯合國難民公約嘅定義文件嚟嘅。咁你羅冠聰就應該係揸呢隻文件噶，揸呢隻出入嘅。呢隻文件係 guarantee 佢喺發出國家自由出入嘅權利。當然就呢隻文，你揸呢隻文件就冇乜免簽待遇噶，話俾你聽，基本上冇噶，冇曬噶，已經係。即係你話去邊度免簽你都難噶，即係我即係你去到好多地方都要簽證噶，基本上呢、這個都冇辦法。即係呢隻文件主要嘅目的係 guarantee 你同翻原來地方嗰個關係，即係原來發出依份證件嘅地方，即係庇護你 即係 give you protection 嗰個地方係麻煩嘅。呢隻文件喺歐洲我哋見得好多，個原因好簡單嘅，因為好多。Syria 的 refugees 是揸呢只嘢嘅，即係佢未入籍之前，佢都係揸呢只噶。依個就好 common， 好 common， 好 common 嘅。咁立陶宛嘅做法就係、是、咧，如果佢覺得你香港人有需要咧，佢就即刻俾特別我估係個僆仔啦 ，grant 一個立陶宛居民嘅身份，我應該居民嘅身份已經即時 grant 俾你。即係我住址嗰啲，我相信依啲我哋歐洲就好多做法叫做 fictional 小説式嘅做法 ，OK，fictional 即係好似你澳門人喺葡國嗰個護政嗰個部門係一個 fictional 嘅護政部門嚟嘅，其實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係其實以前澳門民政部門，但係依家就變咗喺里斯本 somewhere 唔知點樣創造出嚟嘅嘢，我哋好中意做即係歐洲好中意做依啲嘢嘅。即係譬如你 Brexit， 你未正式攞到 Brexit 嗰個resident permit 之前，你喺德國你要離開德國啊，你係要攞張 fictional 嘅 fictional 嘅出入境證明，令到你可以即係俾個 border 睇下依個人咧，其實係 under Brexit 嗰個計劃裏邊可以居留嘅英國人，咁樣做好過癮嘅依啲嘢。咁然後咧，佢就可以根據依個做憑據咧，佢就發出一個 travel document 俾你。咁就算你冇護照都得嘅，因為香港政府唔可以唔俾依隻證件嘅人離開嘅。如果唔係，一定引起國際衝突嘅。
因為你依隻文件係證明嗰個人係已經係 under 嗰個證件發出國嘅 protection， 你係佢要翻翻去即係 protect 佢嗰個地方，係咁樣解嘅。依、這個我哋叫1950年文件，依、這個嘢歐洲好 common， 歐洲人所以係簽到熟曬手勢嘅，因為如果你係研究歐洲文件，基本上個個都撞過呢隻嘢㗎。基本上是個徽號不同 ，OK？ 英國就比較特別嘅，英國是法嗰個就唔跟國徽，佢依個徽號是跟外政部嘅，係外政部的 logo 嚟嘅，其實佢係比較特別嘅，佢就不用國徽，英國國徽嘅，因為佢唔係 British 嚟噶嘛，佢即係佢唔係一個英國人啦，即係佢唔係 British passport 嚟噶嘛，依個就同英國嘅傳統有關嘅，純粹係嗱。有兩隻情況的，嗱，呢個就係立圖縣 Western Permit 嗰個樣本。如果你是 BNO 的，我估其實咧你係唔需要問立圖縣試管問任何嘢噶。點解咧？因為 BNO， 因為英國同立圖縣有個即係立圖縣係單方面俾咗英國人一個類似 Freedom of Movement 嘅待遇。即係英國人可以透過網上申請 Resident Permit 貨做嘢嘅，咁你喺網上 submit 曬啲文件之後咧，就再約一個 appointment 咁樣嘅。咁你係去咗立陶宛先嘅應該，所以如果你 BNO 你諗住去考立陶宛，即係你可能話哇喺英國冇錢喎，咁啊點啊去住歐即係歐洲，即係當然如果你立陶宛你唔識立陶宛文，你就好辛苦噶，我聽我警告定先啊！因為東歐嘅生活費就平好多嘅，咁如果係咁，你想喺嗰度頂住先咧，不妨依個就喺你網上申請嘅啦。但係我覺得 BNO 你就主要去英國啦，你去你立陶宛就點啊？如果係諗住創業平嘅，咁你唔止 BNO 嘅 ，BC 都可以嘅。你網上申請，即係你到咗立陶宛之後，你當地有住址，網上申請咯。網上申請搞掂，我相信佢見到 BNO 都當你 UK national 咁做噶啦。即係個立陶宛個副外長都講得叫香港人過嚟嘅話，我依個係對立陶宛政府嚟講更簡單嘅做法係嘛？即係你用英國人身份直接嚟當地嘅。三年咁樣 ，resident permit 咁啊，乜嘢都唔使煩。我覺得如果係用到 travel document 咁大鑊嘅喺海外使館，就一定係對嗰啲手足最危險嗰啲手足。但係香港有個嘢唔好嘅就係香港冇立陶宛使館嘅，所以依個係其實係最主要 benefit 係一啲喺海外嘅手足，佢完全嗰啲文件唔知點搞，亦都譬如你喺英國嗰啲手足啊。英國可能有些特區護照的手續，完全佢根本如果在英國不知道等個難民身份等幾時，咁冇煩啦。你過英國立陶宛使館一趟，你攞咗個 document， 你離開咗英國過去立陶宛好過，開始生活好過。依、這個是最直接的，很 practical 嘅。我講嘅依啲嘢好 practical 嘅。你問呢單嘢呢劑嘢，其實當然立陶宛有佢背景嘅，佢咁樣做有政治因素，亦都有佢人口因素，兩者皆備。咁但係你問特區護照同 BNO 兩個係分開嘅 ，BNO 其實係應該跟英國嗰隊英 UK national citizen of UK 嗰條隊嘅，嗰、那個就會簡單啲。對我諗，如果你立陶宛知道依個當中嘅分別嘅話，我估個佢個電腦系統當你 GB 咁做嘅話，咁啊天下太平咯，係咪先？你都無謂嘅點啊？雖然人哋好心啫，但人哋係小國嚟噶嘛，你都無謂加人哋嘅負擔啊！我覺得依啲好 fair 嘅依啲，歐洲有唔少國家都係仍然保留俾即係英國人可以用一個相對簡單的方法取得 resident permit 嘅，接近。以前在 未 Brexit 之前的狀態的，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如果你真的立陶宛咁樣做，我如果佢真係立陶宛會接受 BNO 當同 BC 同一條隊嘅話，其實很多都是的，因為不分啊，分嚟做啊，嘥氣而家分嚟係好嘥氣嘅，我想。咁我諗兩隻嘢嚟嘅，我諗
其實特區護照，我估就佢用呢個領事館嘅方法係合度嘅，呢個係合度嘅呢個做，就我覺得係合乎度嘅呢個做法。咁好啦，咁有一樣嘢我就即係點啊？好多人就諗啊，點解立陶宛點解夠姜咁做？第一就歐洲議會嘅 decision 啦，第二就係立陶宛咁做嘅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其實佢立陶宛做呢啲嘢。一定是問過德國和法國的，尤其是德國，因為你要知道立陶宛呢和波蘭很有關係的，以前同一個國家的嘛，以前一起的嘛，立陶宛即是他基本上他是一定是問過北歐、芬蘭、挪威那些、瑞典那些立陶，因為那些關係很密切的，就亦都問過波蘭、德國，全部壓曬頭，即係啲德語系國家，大致上都可以咁做，就可以咁做。所以你話立陶宛咁做之後，你話 eventually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都會咁做，我覺得係唔出奇嘅。所以 eventually 波蘭咁做都唔出奇添。成扎一村一，即係佢可以咁樣開救生艇嘅。即係啲人話嗰個歐盟冇即係個你話歐盟一直想開救生艇，但係。冇嘢噶，我歐洲議會我頂咗個協議，你唔整一個全歐盟嘅救生艇，咁我同你逐個由細國家開始一路做個大國咁樣做咯。你最終係你匈牙利面柒頭啫嘛，我都係嗰句，匈牙利面柒頭啫嘛。你由一啲有人口危機嘅國家開始咯，即係譬如你話好似立陶宛咁樣，立陶宛做肯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立陶宛開始人口下降。即對立陶宛來說，就是如果我有班我能夠我找到班 IMIDER 的人處境，因為香港人都了解立陶宛的處境嘛，找到班 IMIDER 的人一起年輕人，他又對英文又說得掂，又對西方世界有認識，又對東方有認識，對他的國家很有著數的，大佬，即係呢個係兩門棋嘅，即係年青嘅手足，特區護照嘅手足，佢可以有個 under protection 嘅地方。對立陶宛嚟講，佢解決佢現時眼前嘅問題。成個歐洲其實都有人口不足嘅問題㗎，所以你嗰時啲人問點解 Angela Merkel 係咪大愛得滯，即係點解開放曬啲難民咁啊？喂，好老實，我喺歐洲住咗幾個年，我就知道德國嗰個難民嘅問題其實是分配不當啫，即係我冇唔識點樣打暈嗰班人，同埋嗰班人成日都仲係好想去英國，唔知點解。I don't know why， 我可能覺得英國揾到多錢多啲，但係其實就英國冇乜著數嘅對佢嚟講，即係除咗英文之外冇乜著數嘅英文。個問題係點？歐洲後absorb咗啲難民都好似冇嘢咁啊，即係當然可能有啲相處上嘅衝突啦，但係好似冇嘢，點解？大家認識的現實就是不夠人口啊，不夠人口會出事的，人口不夠人口，不夠人做事，不夠人派信，不夠人派速遞包裹，沒有人投資，沒有人養你那個這樣的退休金計劃，你知全民退保的，我們這些我德國都是全民退保的嘛，全民退保有錢人就通常去私人的，有錢人你可以找私人的嘛，那結果你公營那個 States 那個公營那個哪個工啊，水工啊，貿售工啊，是不是你人口越來越老化，是不是人越來越長命，那樣你崩潰的、哦、所以有些人說為什麼 Andrew Merkel 是大愛嗎，大愛再加、oh, sorry 你不識的，這些友仔你爭氣的，老實說有些人就看美國的東西，只是看個 IH我即以為美國人怎樣看東西，就是全世界怎樣看東西， This is stupid。 喂，我住歐洲我就明白全民退保很多問題，那些真是左膠的問題，就是另一個問題， OK， 但不是純粹大愛的，即有些譬如你說有些國家養難民，當然就是你用大量公帑 養班人怎樣變成大食眼，那是另計，但有些不是的，有些譬如德國的情況不是的，不過個情況是很現實，佢唔單止佢當然有佢歷史包袱，但佢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係，大佬我冇人。咁你對埃脫維亞、立陶宛或者係愛沙尼亞，佢哋唔會想要 Russian 白俄嗰啲，或者仍然會，因為始終是近。
你見到佢哋好著緊白俄嗰、那個就係、是、政局個原因好簡單，嗰、那個係佢哋嚟講係即係好似白俄都仍然有波蘭人區咁啊，或者有啲白俄以前嘅地方係波蘭嘅領土嚟，其實嗰啲波蘭領土嚟，以前係波蘭嘅地方。有些是以前可能是立陶宛的地方，即是他們有太多可能更加關人同的地方，反而加爾人加亞就完全 跟俄羅斯一點關係都沒有，也都跟那些什麼立陶宛、拉脫維亞什麼都沒有，因為那是東普魯士，東普魯士那是德國來的，所以 Königsberg 是另一個世界的， Königsberg 是另一樣東西， Königsberg 很零零舍舍，雖然波蘭吃了部分的東普魯士的，南的東普魯士是波蘭手上的，但北的 Königsberg 一帶就變成加爾連加，那個就變成四不像了，連計那麼你立陶宛基本上他現在的就是怎樣，你說之前他叫他收，如果你家人可以加 Russian 人都是糟糕，大佬跳海都跳埋了，但你說你加人口由其他 EU Member State 他沒有吸引力，因為現在是他的年輕人，因為人工不夠高嘛，他的年輕人向、西邊走，去了其他特別德國 EU Member State 做事，那變成他沒有年輕人，那個國家會出事，也沒有創業家，所以他就出事了。所以為什麼他很得意的就是美國英國的人可以 Freedom of Movement， 即是你可以不用事前申請，你總之你領了去當地的話，你搞定你自己，我就給你居留，是這個原因。日本韓國都是，他要投資者，他要創業家，是這樣的，他要 entrepreneurs， 背景是這樣。那問題是你要 entrepreneurs， 你香港的示威者那麼憎共產黨，也都我估對俄國一定沒有好印象的，香港的東西他有開創能力，咁呢班人你俾個地方去闖天下，對佢係好事嚟噶，係咪先？佢亦都鞏固佢遠東嘅關係。遠東譬如你話，因為佢依家執政嗰個叫做 Hungarian Union， 祖國聯盟，祖國聯盟嗰班人就全部都係點啊？全部都反共反到爆。OK， 因為如果佢能夠台灣、香港兩邊啲人，你諗下，就算台灣人嚟投資，我吸引台灣人嚟投資立陶宛，咁我都有一班人。點啊？又係接受到西方文化，又接受到東方文化做橋啫。如果唔係個狗，點啊雞同鴨都狗唔搭八，成件事唔 work 噶。啲價值觀相近，又要點啊？又要 bridge 嘅咁樣做咩？人可以適合做個 bridge？ 其實我一諗都諗到佢嘅又呢啲嘢好歐好。我用一個 European way of thinking， 我完全明白發生咩事。而且而家你立陶宛行得好嘅，因為立陶宛嗰啲全部電腦化啊，嗰啲已經係電子化噶。即係搞 Western Premier 嗰啲全部電子化曬嘅，東歐嘅依方面，波羅的海三國先進過德國添，德國嗰啲有時仲落後啊，德國、法國嗰啲，即係佢做曬依。如果佢依套行得通嘅話，基本上佢小國行先嘅歐盟好多嘢，然後大國就會跟嘅，你跟住德國啊嗰啲就會用類似方法開嘅，係咁解啫嘛。即係你保安上佢見到都唔 OK 啊，呢班人都 OK， 嚟呢班人都 OK 咁啊開嘅，係咁解啫嘛。因為點解德國係咁頻頻啫？點解叫佢啲人啊？留學德國啊，去德國讀書，去德國咩？你估佢真係你咁？佢哋有佢自己考慮啦。當然，佢最知道個救生艇要開啦，遲早要開噶，係咁解啫嘛。所以你話依、這個，我都當然我想知道立陶宛救生艇 finally 會有更多嘅 official 嘅 detail 啊。但我覺得個副外長都不是亂噏嘢嘅，因為佢係祖國，佢因為佢係執政黨高層嚟嘅，佢唔會亂噏嘢嘅，佢唔會做啲嘢好勁到立陶宛政府尷尬嘅，因為始終佢係副外長，副外長講嘢，佢對住個記者亦都係一個有名嘅記者。咁但係 finally 我嘅睇法都好 straightforward 嘅，就係呢單嘢係對大家係國夢期嚟嘅，其實。亦都令到可以令到有部分人，即係譬如冇屋企冇幫佢申請開特區護照嗰啲，可以先走，因為或者啲護照俾屋企人收埋咗啊，又唔想去俾特區政府，即係話去特區政府個申請啊嗰啲情況，我可以有你變咗可以解決問題。但係當然我都講一句噶，如果救生艇越開越多咧，時間就代表 musical chair 個時間去到差唔多啦。
因為救生艇越開越多咧，封關越近。我講明先，走得越快，你知共產黨點樣反應嘅？走得慢有唔好處，走得快你要知道快嘅嗰個節奏，快得滯佢即刻 shut the door 啊！咁啊大件事，而且唔係乜嘢國家都有立陶宛使館嘅，因為佢始終係小國，所以你要揾有立陶宛使館嘅國家去做呢件事。甚至佢有冇啲其他更比較方便嘅做法、簡單嘅做法？我唔知依、這個要依、這個，因為外交部做嘢，佢未必外佢同外政部又冇配合，我未知嘅。所以我就做咗依、這個咁嘅，即係點啊？叫做普及化嘅講解。我費事即係點啊？有其他人無端端講啲奇形怪狀嘅嘢，我其實好怕嘅。你要知道，因為呢啲好 eye catching 嘅呢啲 topic， 但其實我一向嘅點樣 eye catching 話 eye catching， 你要小心講就要小心講，即係呢啲嘢屬都呢啲話説回頭嘅呢啲嘢，即係我依係我嘅態度嚟嘅。Anyway， 咁啊，今晚就兩節嘅，嗱，聽日咧就聽日一定唔會有一點一節噶。因為明天大家看英格蘭對義大利，OK， 即係我聽日我就未諗到點安排，係維持兩節啊，定係點？我未知，因為英格蘭對義大利嘅，大家睇波。因為英格蘭對義大利唔知打，因為我估會打，即係我唔，即係我依家我都要睇下個時間點啊。因為隨時睇英格蘭對義大利隨時。總之嗰件事都玩都，因為依場波係世紀大戰，真係世紀大戰。你知阿 Boris Johnson 幾重視呢、這個？我或者我聽日有一節我會講 Boris Johnson 點解咁需要依場波嘅嘢。其實最想贏依場波個一定係 Boris Johnson， 係有原因嘅，同 Brexit 有關嘅。咁我聽日咧就同我睇下情況，我揾一節就講呢樣嘢，即係當係熱下身啦，同大家今晚我講到呢度啊，咁啊，聽日再見啦！聽日未決定三定二啊，睇我身體狀況，但我覺得我已經好多嘅，已經比之前。